远离澜沧江水源的高原是佛教的土地，承载了藏人信仰的圣物无处不在，四处可见山中、平原上、河畔的玛尼石堆、风马旗、寺庙和僧院。在寒冷的碎石路上，朝圣者们排着长队向拉萨而去。这是一个长达6个月的旅程，朝圣者们俯卧在粗糙的土地上匍匐前行。澜沧江是这块圣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当地人告诉我们有关藏族传统的婴儿合葬。幼儿有着纯洁无辜的心，所以他们被献给扎取纯洁的河水。藏人不吃河里的鱼，僧人常常到市场上去买鱼，然后将它们放生澜沧江水。我们拜访了一个藏族天葬地点。天葬是源自佛教重生概念的藏族传统，刚去世的身体被解剖，随后被献给高山上的秃鹰。但在当今的西藏自治区内，天葬是不被赞许的仪式，并在渐渐消失。我们拜访的藏地被围栏围起，目标正是禁止这种仪式，驱走秃鹰。藏地是我们最后拜访的高原地点之一，它的围栏阐释了中国政府对藏族文化的系统性隔离。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们，政府会剥夺藏人的信仰自由，然后禁止他们执行传统仪式，将来人人都会成为中国人，就没有藏人了。在种种迫害下，希望虔诚的朝圣者和藏人们能够维持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神居住在云端间的乐土上。他在我做工的人是比农巴金做工，他学校找来的，学校找来的。人都做工，学校找的等于什么？打工娃的上道，等于地切的了，等于是，等于我是学学菜来的，干结婚嘛，看嘛，估计干结婚嘛，还是学菜来的。学菜的等于多少钱？等于得拉骗他，叫他，什么做工的？他要他，要他，要他什么？他都没有钱的，等于。